那么在修这个安乐波罗这个以前，那么在六妙门上也讲到了，假设身体也不舒服，有六个字你们都晓得了，都晓得吧，都知道吗？又来了，都知道不知道？记得不记得？啊，呼，你写嘛写嘛，不要等我来了，晓得六个字。吃吸，哎，对了嘛，吹，哎呀，吸，欢喜的喜，口旁一个，还有个诗，喜。那个字写这个国字，那个写字怎么写成这样？房子倒塌了呀，改变成两层了，连起来了哈。嗯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是不是都知道？都知道？知不知道？你们都上过这个课吗？没有啊。六妙门没有上过的，那，教务长啊，上次把六妙门好好拿出来念叨念叨吧。这个有些同学知道吧？呼、呼、吸，这六个字你不要少看了它。如果你真修好，身体非常健康，而且容易得病，有心脏或者对心脏不舒服有病啊，多数这个字，这怎么这几个字呢？第一，每修一个字的时候，念一个字的时候，不准出声音。意念上有这个声音，嘴巴的形式也有这个声音，但是声音听不见的，就是都六个字都一样。第二，这六个字啊，最好用客家话念，或者广东话与闽南话念，用国语念都不对了。记住啊，那你看啊，你的嘴也是嘴，我的嘴也是嘴，都记一下啊。嘴型念呼子，你们会懂广东话、闽南话，呼子念什么？这个科子念什么？可以把那个科。你们有没有广东客家人在这儿啊？哪一位？闽南话这个可是念哈啊？不是，刚才哪一位讲话请站起来。广东话可是这个可是念哈吗？不对啊。对，那个是对的。好不是哈，喊是哈，啊，这个话是广东发音，就是这个嘴型的发音，不要念口字，啊，脸张开笑，把所有的浊气都吐掉。假如心脏有问题的呢，经常念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浊气呼完了。静下来，你不要管静来的气。我们人为什么要呼吸？
我们这个生命活到复习是什么道理，一明天再补充啊。哎，这个气将来是阳气，一到身体内就变成碳气，所以急于要把碳气呼出去了，不然就得病。所以有呼有吸，所以呼是管心脏部分的啊，这样念这个音，呼管肠、脾胃、肠胃。你自己体会那个嘴型这个发音不同的，你尽量把气这个出去呼完了，自然给它停下，不要吸气进来，它自然会吸进来。这呼，这个虚字呢也不能叫国语念了啊，又要叫开闸话，哎，开闸话念什么样大声的？你一会儿啊，虚，哎，对了，那反正叫开闸话，广东话、闽南话，对了，叫现在国语念不对，现在的国语是当时在北方北京，哎，过来的。快在北京靠北一点的过来，是满清三百年来的国语，开闸话、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，闽南话、福建话是宋朝的国语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些福建翻译都是唐宋时间，所以发音不能叫现在都不是，很多搞不对了，这样懂了吧？所以这个虚不念这个虚字，不是叫归嘿，这是肝脏的吹，就念吹了，嘴巴尖起来管肾脏的啊。这个喜字呢不念喜，闽南话念，而这个客家话念什么？对了，其实管三焦的，管三焦的这个胸椎，这个啊，淋巴线呐、啊胸上线呐、啊、等等，这是管三焦的，就是你看修弥勒菩萨一样，嘿，我们笑着的嘿嘿，这样。这个喜字就是管三，你看你这痛快的拉开嘛，不要出声音，你自己走到哪呢，这里就放松了嘛，身体松了嘛，三焦的抽气都出来，试试看。哎，来了，我们大家受疯子嘛，不受福，就这样啊。喜字这个诗也要叫开单方，哎，这我就对不起，发不来。你大声一点，被我喝们开单样，啊，就是啊，诗字发音叫广东话、闽南话嘛，这个诗字还是起了，差不多的起，叫闽南话、广东，这六个字非常有效的，所以你上座以前。只要这个调好气，然后就安乐不乐，注意仔细这个习字这一段，一正一出直接都定住一下，效果就很快了，成就也很快。